让我们一起提问题学数学。那这道题它给了一个圆 AB 是直径，那其实看到直径我们这边可以连起来，我们就知道呢上面这个是直角，那这里做垂直，这边也是直角，所以我们就有相似性可以用。好，那这里是5 4 3，接下来 BD 是11，所以我们会有小的三角形 AED 相似于大三角形 ABC。 今天要求的是 CE 这段，所以呢整个 AC 的长就是 X 加5。好，这边我们标着，那我们要利用呢这个 AB 的长， AB 的长是15，对应过来 AE 这边是5， AD 的话呢是4。好，所以是5比4，这边也是5比4，因此呢就可以得到这个呢要是12，所以 X 就是7。好，所以关键呢就是利用这个直径所对的圆周角是直角，再搭配相似型就可以求解。